三十六年南北两个客家文化园区也有办一系列的活动，尤其六对客家文化园区同 OT 创伤结约过后，恢复免费入园，连家体验路上的过渡家长带领新人呢，会去体验客家文化。志趣高雄的收入、面酒、白酒、白豆为新欢。加油！看谁先举手。此外，白酒比赛之外，还有亲子 DIY、太阳狮子捆绑走，共同对抗了文化演出度，成就高节团结老年气氛。韩国景区恢复免费入园，游客慢慢慢的增加。没有收费是，当然是比较好。不是输钱的，相当好，可以受到我们乡亲朋友的欢迎。也希望我们呢都盼得发通呢。另外，同苗栗客家文化园区是安排五台艺文的展件，配合设计 DIY 过关，还有巩固的发通，而且亲自亲下来体验苗栗的客家文化。参加我们的文化活动。哦，还有做积木对不对？做那个漆器对不对？对。那漆器好不好玩？好玩。这些寓教于乐、娱乐的活动当中啊，来认识、来体验客家文化之美。南北两台客家文化园区做下摊，半夜半连刷了二盘发通，希望下到年潮之外，未来利用安尼机会推广客家文化。客家新闻综合报道。